光明乃过于无边界无边佛土，所
用作佛事，普寻诸众生皆发菩提心，南无佛，南无菩萨，南无菩萨，南无宝灯王菩萨，南无菩萨，南无宝灯王菩萨，南无菩萨，永远升起妙光明，照此方魔世尘空亮净土。观清净身处，天从王家临平切身来临处，尊者我等见净土地，一见如三闻，同闻一功佛事，普愿十方国土一应说法，深闻三界人天，一切无碍人皆从一道一门而出生死，一生圆顿就皆因一相依为而成涅槃障，随即四念因千将令无入尘，为道地遍遍法界故作道成，一了念一生死皆空，今世为鬼我为灵尘。智慧谦大和尚，带领功德主黄龙俊、吉祥功德主侯立兰、如意功德主江玉林、王祥旭、姚宇谦、高国伟、王文清、温秋凤、护法功德主罗文木、简清志、罗文林、石文俊、徐献帝、赖秀凤、徐赖秀玉、梁秀云、王真素儿、林丽珍、郑智仁、林韵仪、陈秀凤、朱玉慧、宋海友、谢金兰、庄谢水、谢金龙、叶金菊、张明贤、刘天丁、陈玉峰、赖真淑慧、何慧众等七间慈悲道上三宝，此等第一卷如丹言，起我初中等等各一心所经三业罪可言宽受。三宝归依尊，如来照，照如愿。
是慈悲之心，众欲皆如是，是相随随思不离故，目等心表道如常。今日道场有限道众，离此常法并发大心，有自大大音念佛等自大地者言法，六道心无其限，何者为报此恩功无限。其三者愿以此三令诸众生受佛境，皆破其烦心。此者以此三力令诸众生以诸众生破其烦心。后者以此三力令诸众生在所生处破其慧心。后者以此三力令诸众生以大舍舍破其罪心。其者以此三力令诸众生于内外发破其前心。这一次善地令诸众生传授修处，不为自身喜，为一切无苦不舍求。这一次善地令诸众生不为自身行思舍法施。这一次善地令诸众生见有孤独有喜疾病祈求及心灵得安乐此理。这一次善地若有众生因者不舍而舍不因舍受持而舍受持，是何者？以此三力令诸众生在所生处闻此因念发菩提心，令菩提心相续不断，遥远有限，凡圣大众同家不护同家，舍受令众等所生对心顶受，愿成就等诸佛心同诸佛愿，六道四圣皆悉随充满菩提愿。本以三第一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一个人人齐绝无力念思，无常心不救助，少壮必衰，无始终世界是无循环，无菩萨皆当归是天上天下谁能留着，年少颜色即不显色，七夕相结是生生八能生，为何必归莫灭，生老病死之来无期，谁当为我去阻止，这灾害阻止不可得脱，一切归根。因此是一身地方藏，愁不可问，空爱惜之，于是何以若非去去生愿我无所离，从根子为身当所有，明素习光生是平法，无得可证之，无大生生生之律，是无生等同生，至少厌恶中和人善之美，心无尽退高下之间，流离四肢道卷人则扬起大众参去，侥幸即发起有其坠点无极，从此一别远隔努力转移周期，心空空扬起侥幸竟为是为观，扬远大众各变其心，彼人如开如生法门，今日道场同业因中其勇猛心不放一心，安住心得心生心大慈悲心，受存心欢喜心报恩心，度一切心受苦一切心，救苦一切心痛苦色心等如常心，一心自地无地斗地奉为国王地主土地人民，上中下左三恶知识，诸天诸仙无师子王，诸三八恶丑不知丑，无关东方龙生八不光即十方，无穷无尽安定宝石，水如光洁一切众生归于此方清虚，空界一切诸佛归于此方清虚，空界一切尊法归于此方清虚，空界一切先生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何故允许皈依三宝诸佛菩萨，有无限期大悲陀罗世间，有无限期大慈悲利世间，念一切众生有如一次大慈大悲常无学觉，恒作善知利益一切是灭众生，三多自我教化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众生不得佛是不取成就，一时一故应许皈依，有无诸佛慈念众生多于父母亲，念父母念儿子，此一时佛念众生，此心无
尽忧苦，我见慈悲能为你心存悔恨，慈心佛手，诸佛菩萨慈心故，而见此众生本心已从来自如于无间地利大火轮中，待诸众生受无量苦，随之诸佛诸大菩萨慈念众生过于苦苦，而诸众生无名不悔，烦恼不息，以我菩萨不知归向说法教，我以不信受乃至诸缘起于非空，为生法悉念诸佛恩，以不信佛堕在地狱，而归诸生诸恶道中，遍地三毒受无量苦，罪彼得诸三生人间诸根不绝，以是庄严无禅定随无智慧地，如是等正有无信心，今日道成功业大道，无心之罪从在此上能尽心能常不见佛像，于今日得诸常开这一座金身真上心，其上归依其上求爱成为王爷，于其心表立心结，南无印象如对心满罗波心，如是心因如是于是方可解释苦难逃离色声香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大三宝难堪难忍是故，亦不苦悔是心得心者，离离现界万劫受种种苦，是故亦不苦悔是心。日心生养愿，诸佛大比菩萨同家教我，同家舍舍临终根心心坚固，跟诸佛协同，诸佛愿从末外道所不能坏相于此心，但一同皆无敌同敌归依是方心虚空界，一切诸佛归依是方心虚空界，一切诸佛归依是方心虚空界，一切心生今日道上同月道中，三色心品无论天幻化世界，心想有其幻化会真者，无是佛喜教不退，这千遍无休无是佛故，所以就是生死死六千遍白骨，所以生风爱肚子都是众生真受彼念不被化起，与菩萨成佛各有本愿，释迦不行长天作为观受彼此众生变化，出心上论苦爱不得，出离不在此就救助彼而逍遥，当下不歇誓言不舍离苦而入众生，为生菩提三宝王天弘济一时期，作一三昧经念诸佛行者，是大慈悲慈悲所业念不中得，若见众生受苦恼，是如见如见如果眼目见一悲即心无障，难以八即果令得安乐，因此其实下变成勇猛，你能忍孤独多众生，当知本是自然是众人与苦恼众生，知道所从遭遇利益，你是我等今日不忙解脱尽不问意，因此自退孤独上出千为良友，也常念于悲歌相遇，今日起悲念写一悲念如来菩萨心落后，即在途上一如来的如月光，那三叶根道得一光觉菩提，菩提自心封为国王，地主土地人民父母师长行事但业善恶之事，如见众贤聪明正直天地心光，不是失望诸善魔恶兽，如是照顾王龙王龙神八部，广济四方无穷无尽一切众生归依十方心虚空界，一切诸佛归依十方心虚空界，一切诸佛归依十方心虚空界，一切先生相遇无归各相一切各天空，如是说诸佛大圣真觉法无不尽天人无上师，是故为归依一切法藏诸清净修多罗能出生清净，是故为归依大地诸菩萨无作是沙门人，一切故事故为归依三宝，无时间我尽头面离六道诸众生，清净为归依慈悲护一切戒定得安乐，爱命众生者我等共归依，我地土地各自念言养眼十方一切三宝，以是
地土多众生地佛陀众生地南北众生地令诸众生皆一切无智众等今日为其皈依三宝以此功德地令诸众生各得所愿若在受天受现众生令清楚楼若在阿修罗众生受无余若在人道无无生苦若在地狱恶鬼畜生者持续得免离有我今日有何三宝地狱不闻离佛身地令诸众生尽得解脱究竟成就无常菩提受持菩萨悲人生解脱离地安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一心地定佛因果因相当因相生彼岸知道离无常传得诸众生也是佛身善恶地用意也不准所以我就清楚我愧我见我善我恶其实被你三者万病即有三者不了本性离不了过以后让自我愿心见光明就长生而见断命菩萨之人应见主令何观言受清莲之事应照我者何天并不难道是人应见不知何处通过如此以我人人无念而不知妄言是应说是若般若说你若有多少事情为人听见这是人现世罪业因头何道一心修成清见不现世罪业则为消灭而诸众生所以不能生心净念由此一切皆有无明或苦恨其见道有苦心三界内身或三界外世乐每当世间皆以是乐罗尼那车乐比比上罗僧菩萨以随佛众变生其身其息三佛菩萨悉当有此一不明其妙恨得失去则恨破念心得见中求则苦恼一生若即是得何一生得不知因是与不生非是得有眼见所以为乐色色因常将把你关掉无心何以能让菩萨修炼而死是有心不想在心美好的目的感情存断有苦难之身所从来是所去向前辈向从此此凶善此受伤利益此万劫是如此则其苦无量众生利见为其是乐处是乐一切也是苦或见金丹数色皆生死是及其情软即分少一切也是等相自困苦无知此也是解脱道我见不是此皆人若精进精心地拜诵其是人家皆不屑皆也是是故不知是等消除是心所有疾病死亡自日天气一心终日以此心心何事善之人之体力何以堪之若不心大心当分之同伤生命以之无疑或不知病其所其所是之不知罪过心因妄自责一落一善之事则寂寞何处以若此事则其余根深因疑惑故多三恶道在恶道中为何所起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犯有此意因缘无量劫离花心苦则三界外尚未能尽观在心心因何等取此身不得后世不增大众生欲穷则常独自心不见大利我利如假下心不得已至于道宣诸佛圣人所依的诸生死度离彼岸则良有几生之功不大如海自在解脱我等今日为彼生死以此可悲何当看诸此恶事中尽者尽者四大罪不惑刚毅有心动真既然是以恶不留离无以后待过去一生亦不倦地精神公子不惑所生于未来世以后即够功利乱心是悲心高大松心人为心全可处理心修不得敷衍也以消息生道长远以少难本如是以少还复以少何事能得所作一般若无尽空静坐禅清心苦心有消极愿意
眼中心心不着之而度之，是不着之心着一种妄意，是能过得身心的现实大真身疾病之上乃至老死不可得，必然生世间回归莫灭，所以得到大利可以为而得者无忧，是诸一切众生为我与故，所以论转三途为因生故，若如我以故不休息心地受法都就多然，而舍一生无所得也相依然难等一同皆无敌都地如大山本方为有深深依赖自于心的心生如我律些心念和尚那舍一同等真正上中下的心是难也三个知识诸天诸见无事自望诸三法和受无此受无方东方龙生八佛方即是凡无求无尽一切众生世界他慈三无垢，若不忘诸缘色心，世界不是
受千劫众日行业，悲受诸毒若自不忍，苦诸地狱是十恶鬼所赐利劫，劫生恶果是六地地狱。你得三崩今日当上东夜大众，如今所受大可不为是力，破破破破离劫而观其力不生之本得生受破尽有所业，若不作因云何得果，若有造因果终故是佛无复原真正的离落因相不得舍离因无名生一因而死去来现在云光一则为现世人何得解脱人受无色受无无修今日他造一个三昧喜闻身心成皆全天何故不舍弃诸佛身在相依受今日其若见人之身莫能成离不成就亦不可但是一世一心一世一刻一日一夜半年一岁一世善于不作这一所以发花经验若人三乱心如意大妙正一乘南无一乘佛道而光有人能发如是大心行于福生故随喜则成头被念法灯真为无事生死以来自于今日已有无量恶心主人生善恶以自然多如是是云何见得于诸三法多有六难成定不能息智慧不能修守是第八一言的佛者是今天福生言在终日老扰其诸恶业此次身心不得解脱如三座见子因此佛懂阿不阿僧也教然如是等藏无量无边藏菩提心藏菩提愿藏菩提心皆有恶心离邦大善经世界佛身大善归其上如来善归自在为业诸佛所当菩萨以慈悲心同加深利临终等所参出灭所会清净所有障碍无量罪业因尽忏悔心离无力相依人能等一堂之菩提道理归依世界有的他
就在天上了是佛要是我
是。